第二关又从轨迹隐藏。其实第二关打不死我，你看哦，我这样子，他打我不会死，8800而已。哎，感谢 Tommy 的 Tommy 旭的赞助。看一下，看一下我们 Tommy 同学说的什么。奖学金100波，奖学金100。什么奖学金100？等下，木珠是什么？木珠是什么？看回放，看没？看看留言，看抖内没看到？等下，木珠是什么？木是暗。好，来啊！一波带走他，一波带走他。欸，秦始皇跳了，我先看看天降，我先看看情况，再决定要不要开龙科，好不好？天降，干！我觉得这个可以过，我觉得这可以过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就来到黑白符石，然后不能消暗这个地方哦。哦，这边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转出时间够长。OK， 来到王冠哦，龙科还在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先开秦始皇，转一次火火火。哎，等一下。要开龙科延迟，因为我们这边撑不了一下。OK， 好，再来差20颗嘛，对不对？再开秦始皇，哦，再火火火。一波带走，血量只有900万，干打不死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一回合的机会，还有一回合的机会。做一件你也会开心的事情，玩玩游戏。谢谢那个逍遥哥的赞助，快订阅下去，给你最。好啦，来到王冠了，靠北王冠可以打。汉典生日快乐，我爱黎明，我爱黎明。木珠不能转大王哈。好，木珠不能转大哦。铁甲火珠，哎干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，同学，那个木珠有点太多啦。太极限了，跳起来，碎了，
好，过了吧？踩地了，哈哈，在玩踩地的，过了吧？秦皇威能啊！干这个，你没有看到这个有多夸张了吗？这风化一大堆，还有办法补满，超扯！